由10月4日至10月7日，警方一共拘捕241人，包括170名男子、71名女子，年齡介乎12至54歲，涉嫌非法集結，藏有攻擊性武器，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，同埋沒有遵從要求除去蒙面物品罪等等。而由禁止蒙面規例實施至今，警方一共拘捕77人，是有關禁止蒙面規例裏面的罪行，包括50男同埋27女，年齡介乎12至41歲，其中74人是涉嫌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用品，而另外3人是因為不合作，在警方截查的時候拒絕除去遮擋面容的物品，於是乎被拘捕，涉嫌以涉嫌沒有遵從要求除去蒙面物品罪被拘捕。